我是 Yuki， 大家可以叫我米 Yuki。米 Yuki， 大家好，我是夕阳区担当的Bobby， 大家可以叫我 Bobby 姐。Bobby 姐，大家好，我是棉花糖粉担当的喜妹娜达希罗，大家可以叫我 Hita。Hita， 大家好，我是蜜桃红担当的阿梅亚妈阿亚内，大家可以叫我阿亚内。阿亚内，耶！刚才带来的呢是午餐团的第一首原创中文单曲《生日魔力》。耶！那么接下来呢也会带来更多午餐团的原创单曲，大家跟我们一起嗨到最后哟！耶！那我们的师傅一起再来下一首歌曲。第二首原创中文单曲《告白倒数》Destiny。站带来午餐团的第三张原创中文单曲《旧时地平线》。我把真不让你闪烁。今天的演出就到这里结束啦。那么刚刚演出的3首原创中文单曲都在各大串流平台上上架，大家有没有抓到自己的模仿信号呢？有吗？抓到吗？有，好棒！那我们的第4张原创中文单曲也即将在4月9号进行出披露公演，在西门捷克音乐，大家有把时间留起来吧！来，如果想看更多午餐团的话，可以上 FB 搜寻“觉得舒服看的酒 Lunch Girls LUNCH GIRLS 午餐女孩”，就可以找到我们喽！耶！嗨，待会呢，我们在那边也会有部分。